就是这种口感很脆很甜的，口感又脆又甜，而且没有涩，没不涩口不麻嘴，好吃呢。这个桃子，它这个桃子是一月份开红花，一直开了花谢之后就长到现在11月份了，长了10个月，不用打农药，不用氨化肥。如果喜欢吃的家人们，下方小黄车去拍啊，去拍。宝山的呢？我也是宝山人呢。宝山的，我们也是宝山的。我也是宝山的，要是老乡的话，进来点个关注，老乡见老乡，相互帮一帮。看一下，点小黄车进来看一下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要吃我们宝山正宗的东涛的兄弟姐妹们 这个是生态的啊，生态的。是呢，是呢。不使化肥啊，不打农药。不使化肥，不打农药。我们家大哥说了，这二十时间长了。哈哈哈丢得太快了噻！我们在地里面嘛，多那个地里面多的，宝山的，就是宝山的那个。兄弟姐妹们，喜欢的抓紧时间去拍，我们就明天卖一天，今天晚上卖一晚上就不卖了。明天卖一天就不卖了啊！过了这个村就不有的这个季节了哈。是啊，阿姨。是呢，是呢。我说的阿活。活呢，活呢，阿姨。活呢，活呢。不喜欢巅峰玩家不喜欢没关系的，不喜欢米投资我卖商油了，你再吃点商油就行。在宝山哪里？在汉庄啊，在汉庄。在宝山汉庄，汉庄这块就有的这个岔路口，汉庄坐公交车俏皮啊，这边。不吃也不怕吧，可以看看啊，可以看看，进来聊聊天。不吃也不怕，你看阿姨她这都。红星点一点啊，红星点一点。红星点一点啊。巅峰玩家，晓得哪个人呢？晓得哪个人？晓得这个阿姨，错过这个村就不有这个店了啊！错过这个村就不有的这个季节了，明年了啊！等明年了，错过这个就到明年了。三姑爹小姐姐们啊，喜欢小野马的，我们上方小黄车去拍一拍。晓得我，晓得我们不给我点个灯牌。又换主播了，又换主播了，没有换，没有换。我是今天来跟他们玩一天。这个阿姨是小军姐的爷爷。包子瑶的呢？哦，包子瑶呢？你都喂包子的时候，他叫我包子瑶的。不是娃族，不是娃族。我不是娃族，我是月光族。不是娃族。我是月光族。哎呀，我是少数民族，傍月光，偶尔是傍月光。喜欢我的话，我们点个关注嘛，点个关注啊！小烤鱼说。啊，习惯还是小野马呢，原汁原味的小野马。滚住点一点啊，滚住点一点，我们是就是啊，卖这个农产品了啊。我们小军在背后做场控，他也在那个可以说卖呢。可以呢，老品种婆娘哈数都不有的，巅峰玩家你哈数都不有的，你哈数都不有的。我们的农产品多呢啊，滚住下，滚住下，要不。不滚住的话就找不到了啊。我是吃了好吃的体检给你们了，你说哈数我的讲呢，他的讲呢。你得讲嘛，你得讲嘛，你得讲嘛，还在快递上呢。你得偷拍了我们的那种巅峰玩家是拍了8.5块的，还是10几的啊？还没发到，还没发到。是还没到呢。你得讲不有到吗？等两天，不要急，我认得你。冬天脚冷，是你等着那个姜泡脚给他。好吃啊！好吃呢，好吃呢，好吃呢，哦，脆生生的。又脆又甜。再不拍就没油了啊！这个就叫云南老品种小东桃，只有冬天才有的呢。这个桃子是从1月份一直结花谢了以后是就结是结到10月份才会出这种一箩窝桃子呢。人呢，你们花了这个吃呢，家里面嘛吃拍会可嘛甜甜蜜蜜的，有的小娃也爱吃。平时俺在家里面吃点水果。还可以腌个黄桃罐吃呢，喜欢拿来做金桃子的嘛啊！等着炒姜吃啊！好，老子跳起来就给你一脚呢，老子跳起来就给你一坨呢，你这三姑的，哎呦，等着姜炒腰花是吧？你还是等着姜爆炒腰花是吧？问你还是炒腰花，你们跳这个桃子隆隆的啊！切开里面都是甜甜蜜蜜。那个我拿白的了，你我的。我把它切了。这个阿姨。快点，人多那是去。
啊，家人们，喜欢小军那个播哈，人多，你撤了，嗯，说撤就撤了。等着爆炒腰花是，感谢我们家下单了，谢谢下单。等你把小姨妈送过去啊。嗯。播一下嘛，播两分钟出个镜嘛。等你找你，他说。哪个找我？啊，是换主播了，小烤鱼了，姐。清晰。不清晰吗？你长得我帅，不配出镜哈。哈哈。谢谢啊，谢谢亲爱的们，下单了。哎呀，这太可能了，太忽悠了，哈哈。太忽悠了。啊，看这个桃子啊，没有了，看着就水汪汪的了啊。大果的话已经没有了，家人们。大果没有了，我们大果已经没有了。我们有，十九块九抢光了。上这个嘛，快点进去，它不在一号链接。还能个床，你弹个床啊，我的意思是。啊。弹这个21.9。哦哦。弹窗，弹二号链接，弹一个。好的。二号链接有呢，三姑爹大姨妈不要走的，在直播间里面留一下。我的嗓门都叫疼了，我感冒烟了。你把你家的小狗上车，我买点姜把它炒吃掉。你跟他播着吧。啊，小狗哥可以上车啊，兄弟姐妹们。可以了。把它置顶个，把它置顶，置顶个，已经置顶了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一单是你们抢着一大单呢，大单你上了三单还是上两单了呀？上了一单啊。上了一单，刚刚。上几单？你说上几单？还有几单？他刚刚已经下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啊、他就说只有这一单。我们再上嘛，再上嘛，上个三单啊，要钱。还上三单。啊，折子出来了。但明天要给他们挑出来呢，好像大的也没有多少了。那挑三单应该挑一点啊。嗯，挑个三单吧。好的。我们大果，我们挑三单吧，兄弟姐妹们啊、嗯。喜欢吃的我们去拍个，喜欢吃的去。小果多大？小果大部分都是这么，也是中果那个。小果中果都是这么大，给你们整一窝。啊，小果中果都是这么大。其实我们是想把那个，我们都是挑中大果来卖的，小果我们不卖了。我们跟地里面的阿娘已经商量好了，小果我们觉得太小了，它口感是一样的，但是太小了，又到季节的尾声，有点别了。我们又给你们大果上了三单啊！啊，我们大果又上了三单，赶紧去拍！大果又上了三单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抓紧时间去拍，上下面的链接给他弹一个，给他弹一个。弹了。我在哪里卖着？我在云南保山。汉庄桥头这里，给你们说个具体的位置了，云南保山汉庄街子桥头这边啊。如果也希望来到地里面的兄弟姐妹们，可以直接来地里面折也行啊。上小狗，我带你买一点小狗，你关注一下榜一，榜一大叔家有小狗，我家没有啊，我家没有，你跟榜一大叔去买，他就是我家老爷了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你们看看这个。我们都大中小一起发了，我们的意思不想分出来大果了嘛，不想分出来大果，所以想一起发个，我们都是挑大中果发了，因为季节尾声了，来地上折四块一斤个，四块打六块不有了吗？六块的已经没有了啊，四块一斤，兄弟姐妹们，来地上你想吃哪个你就挑哪个，想折哪个折哪个，拜拜客的了啊，多少一斤，来地上折四块个，四块一斤，你喜欢哪个你就折哪个，脆的那个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桃子是脆的，喜欢吃的三姑爹大姨妈小姐姐抓紧时间去拍，我们明天最后卖一天我们就不卖了，因为这个桃子已经到尾声了个，已经到季节的尾声了，红心点一点啊，红心点一点，红心点一点，我们家阿姨说没了，已经拍完了，哎呀，拍完了我们就上个链接吧，我们上个五斤的那种中小果，我们挑中果，上个5斤的中果吧，兄弟姐妹们。这么快呢？你们抢的好快呢！大果怎么抢的那么快呢？上了啊，这点进去拍啊！啊，我们现在上了21.6的，库存挺多的噶，库存有100单，喜欢吃的小姐姐们一定要去下单，我们发的都是这种中果噶。冬天的这个点，我买了你的桃子，你不开播，我可不可以吃？可以，可以吃呢，可以吃呢。啊，可以吃呢。我们家爷爷说了，可以吃呢。小姐姐们噶，喜欢吃这个桃子的，我们去下单。是云南保山的小冬桃，冬天才有的。为什么是冬天呢？它不是为了反季节种出来的，兄弟姐妹们。是这个桃子，它是跟我们正常的桃子。欢迎假如啊，欢迎假如。嗯，跟我们这个正常的桃子，它是一起开花的，它一起结果的呢。但是呢，这个桃子因为它的那个成熟期比较长，
从一月份一直到这个十一月份才成熟、啊。有没有不要钱的？有没有不要钱的？有没有不要钱的？世上不有免费的午餐，吃不得，兄弟啊，吃不得。没有免费的啊，没有免费的，我们都是收点肥呢，收点肥那个。阳光男孩，你看你说这个话，害羞，刷到二十几。要高一点电费呢，要高一点电费呢。嗯，是的，刷到二十九级的大哥大姐了，你们来来来，小朋友还说不要、哦、不要钱，来地上吃就不要钱了。来地上吃管饱啊，兄弟姐妹们，啊，来地上吃管饱。感谢感谢下单，感谢感谢。哦，严叔呢啊？旁边这个阿姨她是。